源在哪里？鸡蛋。真是有够笨，图案旺太的影子清清楚楚地印在纸门上呢。北师赵大老师，我们已经在忍蛋长屋周遭都设下警戒线了，辛苦你们了。北师老师，第一警戒线被切断了。第一警戒线是忍蛋长屋的北侧吧？北侧早就已经挖好洞穴陷阱了。敌人让我们一年假班抓到了。安藤老师，你在做什么啊？不是了，因为我非常担心你们过来看来以后就事情就是这样。我的天哪。总而言之，无论如何我们千万不能输给那个笨蛋饼班。是听得真不爽，千万不能输给那个聪明的假班。没错，我们要证明给他们看，并不是课业成绩好就能够成为一名好的忍者。那个图景老师说的话似乎怪怪的。老师，庄主卫门没有被假班发现到吧？没有。你说没被假班发现到的是指什么？大家好，图案老师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们也知道三只狼他们房间里不是有地道吗？图案老师是从那里跑出来的，而且为了顺便骗过假班，我们还在纸门前摆了图案老师的剪影哦。也就是说假班正在监视空无一人的忍耐长屋，对吧？一点也没错，他们真是活该。可是呢，毒网袋应该会再袭击图安才对，为的是要掩盖他们其实要对小松田下手的事实。这么说来，我是为了掩盖他们的行为才被追杀的吗？而且小松田现在中了毒网袋的吹箭而动弹不得呢。一点也没错。山田老师，大家因为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已经紧张得不得了了，拜托你不要再这样吓人了啦。我哪有吓人的，我只是露个脸出来而已。如果是山田老师，你只做那个动作就吓死大家了。虾米，出钱拜住你懂虾米、糟糕，我讲了不该讲的实话了。你小松田，小松田，你不要突然停下来的。小松田，真是的，既然中了吹箭，就应该要躺着好好休息啊。现在画高烧的小松田，在无意识的情况之下，做着平日一直做的巡逻工作。可是他那样蹒跚的走来走去，铁定会被敌人攻击的。我就是要利用那一点。这该不会是？庄主卫门，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小松田为了小松田，利用小松田而施的水月之术。原来如此，小松田拿自己当诱饵啊！你还没发现到啊，图安？你看，敌人就在那里哦。敌人在哪里？在哪里啊？图安老师，你声音太大了啦！脸也好大，态度也好狂妄。对不起。我想我知道敌人在哪里了。我也是。连新兵卫也知道啊。那你知道了吗，图安？我完全不知道哎。听好了，能在战场上存活下来，就要有不被敌人发现的本事。反过来说，就是越快知道敌人的位置，对我们越有利，而越晚发现敌人，就越有可能没命。这我当然知道，可是为什么忍蛋们现在就能够发现敌人躲藏的位置啊？那是因为我们平常做生存训练、课后辅导，还有期末考等等，实际累积的经验啊！怎么可能？敌
人到底在哪里？你们快告诉我好不好？这个吗？在地球的后面。你们在说什么？你们一个一个再说一遍。在那个树丛里，化身成洗手池，在那边的岩石后面，在前方的树枝上，在篱笆的后面，就躲在草丛里。什么？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吧？太好了！天哪！天哪这群忍蛋跟湿蛋都是白痴。其实我是躲在这里。小松田来了，刚刚算他运，这次绝对不会失手。山田老师，知道了，这就去破坏。哼，就是现在，小松田。这里来，小松田。可恶，这家伙真走运。图案，这样一来你明白了吧？知道敌人在哪了吗？刚刚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们也不知道，只看到小松田走路摇摇晃晃的而已。有问题的，该不会是洗手池后面那棵又粗又短的树吧？木丸，你看到什么了吗？因为从那棵树伸出了像棒子的东西。你说的没错，木丸，那棵树就是敌人变装成的，而且用吹剑攻击小松田呢。原来如此啊！好，那我们就往那里投掷手里剑，大家对那棵树发动攻击。好。图案老师不也一样？对付那种家伙，不需要手里剑。山田老师，金明卫，给我岩洞。是。那个架势是弹珠术。弹珠术是的，一般来说用的都是铅弹，但如果是山田老师，就在岩洞也用岩洞打败敌人。真不敢相信！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厉害呀！小松田秀作，你的命我要定了！